干嘛这么看着我？要吵架吗？回家吵去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你疯了吧你！ 怎么可能啊？怎么会是这样？是不是哪儿出错了？错了，有可能出错吗？王晴，你真够可以的哈！一顶绿帽子，偷偷给我带到脚。建平，豆豆是我们的孩子，怎么可能会不是啊？是，我想问你啊，怎么可能会不是呢？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？建平，我没有骗过你。别动我！你告诉我，那个男人是谁？ 建平，我除了你之外没有其他的男人，请你相信我好吗？我想相信你，我怎么相信你？行啊，你不说是吗？那好，我告诉你，我一定有办法找出这个男人到底是谁。哎，你们都起在这干什么呀？我跟你回家说。我的家早就名存实亡，你太让我失望。 好了，细节说，细节说。王姐，王姐，你没事吧？ 亲子鉴定了呢，他什么意思啊？天妮，我先回家了。王姐，你干嘛去啊？王姐，您这去哪儿啊？哎，慢点啊！啊！行了，回去歇歇吧。 都累了一整天了，我想等建平来了再走。建平来干什么呀？这汪晴和别的男人的孩子，跟建平有什么关系？小点声，别让孩子听见。不是，这亲子鉴定都出来了，还能假呀？啊！现在医院的医生护士都知道，我们在这儿还不够丢人现眼的呢。要我说呀，咱们走得了。 那也不能让豆豆一个人待在病房里呀。人家把你当傻子，你还替人家心疼。我告诉你啊，豆豆从你往后，跟我们尹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豆豆跟咱们生活了那么多年，你还真的想不认就不认的。爸妈，哎呦，你可别叫我，我们受不起。啊，对了，我问你。 你把我们尹家当什么了？你说你明明怀了别人的孩子，却让我们尹家白白养了这么多年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妈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，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，豆豆千真万确都是尹家的孙女，这孩子是你们眼看着我怀胎十月生下来的呀。怀胎十月，你不是早产吗？早产也是建平的孩子呀。爸，你是相信我的，对不对？ 我是想相信你，可这鉴定，它不会是假的吧？我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了错，但是我汪贤可以对天发誓，豆豆绝对是我跟建平的骨肉，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。要不然这样，你们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把事情查清楚，好吗？你去查吧。对了，人家亲妈都来了，你还舍不得走啊？走。 别看了，你还嫌我们看的少啊？走走走走走。
行了，出去吃饭吧。你可真行啊！啊，我们养了五年的孙女，我们自己当成心肝宝贝一样的孙女，原来发现竟然是别人的孩子。你可倒好，跟没事人似的，还吃得下去饭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反正我吃不下去饭，你去吃。算了算了，走，吃饭去啊！别理我，别扭着呢。叔。庆平，你喝酒了？喝了。王强怎么说的？他能怎么说呀？说什么还有什么意义啊？他跟我和你妈发过誓，说他是清白的。说什么都没用了，你甭管了。不管怎么行啊？亲朋好友要是问起来怎么说啊？再说豆豆生下来就是我们尹家的孩子，以后怎么跟他解释呢？你还烦了？我能不烦吗？